他们家的啊都是用精油按摩啊，然后呢，我觉得确实略害羞，有一点就是真的深入到比较根部的地方了，很上面哎，但当然啦是舒服的。你看这里的泰式功夫，哇，点水，哇。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今天又来到了11111泰越是帝王洗头，这家是台湾老板啊，所以呢 OK 啦，我的照片给他们用，然后呢我自己也是很常被大家看到，谢谢你们支持哦。一样老板也说我们有新的小姐姐，你可以过来体验看看吗？于是强尼老师又要来帮大家打分数啦，那我们就一起赶快进去看看到底是哪位新的小姐姐，还有她的技术是如何。 Let's go。 一进来就是这个熟悉的机器啦，他们的自助购票机，那里面有很多项目哦，然后就选你要的，准备来换衣服哦。这是今天这位新的小姐姐，她长得超像韩国 Blackpink 那个 Rose 哦，我自己觉得。谢谢。刚刚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环境，今天是 Tiffany 哦，你们看，哇哦，这个颜色。今天就是这位小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Andale。会说中文吗？不会，那个听得懂，少来。听说他会讲一点点中文哦，那到时候再跟你聊天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们先开始。阿桃，好，那要开始咯。他们很棒的就是呢一体成型都在这里。其实我今天可能话也会比较多，因为呢很好看。我本身呢也是喜欢那种韩国 face， 这个有一点不错。啥包你两岁？两胎。三个月，你看。他们流程真的很棒哎，就是边敷啊，然后边按摩啊，而且他们对于脚啊都是洗整根、按摩整根这样子，确实在按摩的功夫上有比较小。
很痒。它挖耳朵蛮舒服的耶。你几岁了？十八岁。啊？十八岁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，破纪录了，十八，该不会真的有十八哦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哦，踢韩国 idol 空，踢到你，你看，他一副就是很喜欢那个想要当练习生的样子。不错，那个可能波多野老师有教好哦，他按摩真的也不错，虽然三个月，但是有那个韩国训练生的精神。那我就问他一下好了，会什么才艺好了？既然有那个韩国梦 ，MB 哈空 ，MB 矮空，那你这样怎么去韩国揽 idol？
哦，你看呢，这压的超扎实的。哎，这跟那个波多野老师如出一辙哦，看来功夫有传承到。哎，他们家的啊都是用精油按摩啊，然后呢，我觉得确实略害羞，有一点就是真的深入到比较根部的地方了，很上面哎，但当然啦，是舒服的。做油压的，赞赞赞！哎，喵喵啦 ，your teacher 啊，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他的影子，哎，拉玛萨的洞。这个很好哎，大家要体验看看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它这样子挤啊推啊，然后呢把你的好像赘肉都拉平了，打散了。你看这里的泰式功夫，哇，淡水，哇。舒服，thank you.
这个好哎，这个好。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啊、哦！他们家对按摩真的有要求。他帮你舒展那个肩胛骨这边哦，我最需要了。哇，哎、欸，啊，好棒！要飞了吗？真的舒服到不想讲话了，哇！压得也太舒服了吧，我都感受得到我后面的筋骨啊，在那边移动啊，然后啪啪啪的声音，哇！我迫不及待想问的问题好了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喜欢？哪样啊、什么样的男朋友？高，立起来的人。高包妞。没单。安啦，莫单那么高。可以。谢谢，真是害羞到转过去。好了，不要闹他了，我们来洗头。
这个超爽的，他们这样子，频率哦。他们家真的越来越进步了，什么都 update 了， upgrade 了。好麻好麻好爽。很棒，这家真的有在维持品质。谢谢。哎，你看这边还有鸡汤喝，真的是辛苦过后，然后让你补一下身体哦。哎，我也没有很辛苦，很舒服。Triple One 一一泰悦是帝王洗头的老板呢，一有新的小姐姐，马上叫强尼来体验。阿桃小姐姐，你很好。阿桃新人吗？明白黑毛。水瓶座跟我很合哦，我是双子座，我们两个都风向的。那整体而言啊，就如同我之前有跟那个波多野老师约会那一集啊，他们这一家呢是有在维持品质跟训练的哦，所以整体而言按摩水准真的都很棒。那尤其呢，他们加入那种泰式按摩啊，你整体想要拉筋舒服的时候呢，我真的觉得可以来耶。那今天在这里舒服的体验呢，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大家拜拜。